张艺兴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而且天赋很好，从他第一步到现在很努力的去练，我们可以把他变成一个大星。张艺兴其实也蛮担心吧，因为他其实的腰椎也不是很好。每次撞的都是那个没有带呼吸的那个部分，也没办法呀，腰椎也问题。那我替身做完，你也做同样的表情啊。那个感觉肯定不如我自己做的好。有没有事？你看有没有事？很拼命，非常配合，再苦都坚持下来。应该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。缓一会儿，先别急，先别急。可以可以，先别急别急。我再练一下，应该更准。他那种马上射箭、地上打的那种潇洒感觉，一定给观众有一个意外。我觉得可以更好一点，再来一个吧。